可以帮忙的吗？黑暗骑士可以啊，冠佑会唱这一首。哦，对，因为冠佑号称林口林俊杰。我真的在这个五月七号的舞台上看到冠佑的眼神透露出恐惧的感觉。有没有一种考验？有没有一次淬炼？我们已经换好衣服了，因为换衣服阿信会讲感性的话。好，我们换再久一点，他就要讲性感的话。想听吗？你快点下去啦！性感的话，想听吗？哎，好哎，我们在这里等，我们让阿信说一下好了。好，麻烦那个萨克斯风，各位宝贝。今天晚上这个夜晚是不是特别美好？那么我先去换衣服了。哇，对，台下都是他的宝贝啊，只有我们四个不是而已。对，我还是想要点一个小朋友，石头就是小朋友限定。未来如果想要让五月天点歌点到的话，你除非自己是小朋友，不然你就要给他看小朋友。不用啦，赶快找一个男生或女生去生一个，下一次演唱会就可以看到了。石头，你要点什么歌？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小朋友听《黑暗骑士》，你听一下光明的歌、开心的歌、无忧无虑的歌，不是很好吗？真的想听《黑暗骑士》吗？真的、哦？有人可以帮忙的吗？可以啊，冠佑会唱这一首。哦，对，因为冠佑号称林口林俊杰。我跟你说真的，我跟冠佑组团25年，现在刚好是第25周年。我真的在这个五月七号的舞台上看到冠佑的眼神透露出恐惧的感觉。我很恐惧。前几天下雨我都还没看他这么恐惧，他现在眼神还有一点会发抖呢。有没有一种考验？有没有一次淬炼？成就了时间就像一首电影情节。有没有一种信念？有没有一些誓言？呼唤黎明的出现。掌声欢迎今年的重量级嘉宾你。那改一个，改一句歌词。Okay. 呼唤雪友的出现。耶耶耶耶。呼唤花灾的出现。不要真的一直往那里看啊，你再继续呼唤啊。呼唤郭富城出现。不要再去了。哎，大家好啊。大家好啊。对你爱呼唤。